偷完以后想没事就知道了那一刻。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挺平静的，对，因为我不太懂，后来我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。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只是很努力的，我们两个包括其他的演员老师，包括整个导演团队，包括所有的制片人，包括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完成了我们该做的。夜谭公主最虐的戏份是什么呢？剧透的不可以。那我不是，就是反正是我跟姐姐之间的戏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你告诉我。还有一个人啊，那个人死的时候也非常，他是我身边第一个死掉的人。行，打住，这个另外一看这个就是预告里没看着的。对，那个预告里没播。啊 ，nice， 行了，就打住了啊。小胡现在知道了。而且我记得我当时拍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遗体都打到这儿了。